仙灵受死，心脉皆乱。既是弯仙之相，又有雷行之境。纵然所有证据都指向，但我这颗心告诉我，绝不是。我能安然归来，只因有人弯心相救。只惜与你无话不谈，他可曾与你说起过此事？没有，这件事我也是今天才知道的。芷溪现在一定重伤未愈，你赶紧回去看他吧，不送了，请回吧。天下承平已久，然魑魅魍魉之辈重启兵祸，今无令东极青离帝君应渊领兵，率天兵百万。此次兵锋所指，必要敌清六界，此战必铲除贼佞，再迎祥和。六界和平，应渊军破敌百万，平安归来。应渊，帝君小人，你快点回来吧。等你回来以后，我去找你拍瓦片，到时候我故意输给你，让你开心好不好？我写的信马上就要开演了，你答应过我的，你一定会回来看的。你是帝君，你不能食言。今日便让这玄心眼为仙君下一场雨吧。来，我的肩膀借你。先是严旦，以创世英雄传一戏，感谢诸神众仙的创世之功，愿三界再无战事，永志不忘，以示先烈。此戏理应夺魁。你是不是做到什么好梦了？梦到你自己心爱的女子？你在这里胡说八道什么？这仙士身上为何会撼淡清香？他难道是严丹？应渊君，走！不，不走！快走，快走！我不走！走啊！走啊！取心救人之法凶险无比，弯心者痛不欲生，心力大减，一个疏漏就会元神俱毁，白白折损仙命。帝君慈悲，早前便执意拒绝了此法，但现在是真的束手无策了。四叶撼淡之心，我的心能救他。为何有伤？我没什么，我昨天晚膳的时候不小心把自己的嘴唇咬破。这是陈花簪，万年灵木所化，有治愈疗伤的效果。娘子，你叫谁？你啊，今日之后
我们永不相见。这是告别的礼物。沉香里的安眠散最多让应渊君昏睡一炷香，必须尽快炼好解药。应渊君，等你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就会看到我。你发现我是颜丹，会不会吓一跳？